肝脏需要我们经常护理和保护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三种既能减肥又能帮助我们肝脏排毒的食物，每天饭后喝一杯，能帮助我们一周瘦三公斤，清理肝脏毒素，提前预防疾病。黑枸杞，用黑枸杞10克，五味子，五味子100克，决明子，决明子10克。以上就是给大家介绍的黑枸杞、五味子、决明子的泡水方法、功效、原理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保养肝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